好，我是高老师，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接唱挑战系列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接唱的主题呢，是 KKBOX 2019年华语单曲累积榜单，也就是这2019年里面最火红的十首歌。所以今天大家来看一下你能接出几首歌，来看一下你2019年有没有虚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可以接出几首歌吧， Let's go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我就心如刀割。哦，你音色很好听耶。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。哦，你唱歌也很好听，而且你好正哦。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。哦，你唱歌也好好听哦。要不要 bonus 一下人质？好了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人质在这一刻得到释放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太好听了。听谁说错的对的，说美的丑的，若问我我看我说我怪美的，没错。说美的错的，若问我我看我说我怪美的、yeah. 说美的丑的，若问我我看不说我怪美的。哦，门里我你要 solo 一下吗？来给你 solo 一下。哦，直接来这样子，我们这边在西门町户外这样子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撕舍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耶、yeah, 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刚突然刹车一下，又修正一下，可以。我怎会把撕舍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Yeah. 我怎会把撕舍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Yeah,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唱歌也很好听耶。今天的女生都好可爱哦，大叔会一直跑出来。世上唯一不变，是人都善变。如果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怜见，心碎在所难免。哦，如果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怜见，心碎在所难免。耶、yeah, ，这样就可以哦。你们两个唱歌都很好听耶，拍手。如果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怜见，心碎在所难免。哦，你唱歌很好听耶。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。
说好不哭，让我走。哦，太好听了，请你好正啊！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。说好不哭，让我走。哦，你唱歌好好听哦。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。说好不哭，让我走。耶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，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。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里彻底被遗忘。哦，你唱歌也很好听哎。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，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。哦，你唱歌也很好听耶。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，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。哦，你唱歌太好听了。来来来，我们 bonus 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歌曲？拿手的歌啊，等一个人啊，来来来唱一下。等一个人出现，拥抱着我的世界，站在爱的面前，所有寂寞防备一瞬间崩溃。哦，好好听哦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。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哦，你唱歌很好听耶。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。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。你无关痛痒。刚刚一个是个彩虹球的部分，在那边 loading 这样子。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哦，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美的包袱是反击，最好的包袱是美丽。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唱歌也很好听哎。最好的包袱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耶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没错。谢谢。最好的包袱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，而别让谁去改变了你。你是你，或是你都行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。哦，你唱歌太好听了吧！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歌曲跟 bonus 一下？邓紫棋的那个《来自天堂的魔鬼》好了。好啊，来来来来。You took my heart aw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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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way. My heart is blown aw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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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way.你就是传说来自天堂的魔鬼。 Yeah, you took my heart aw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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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way. Yeah, 太好听了。我
终于了解自由。不是都是心碎了后才懂，是安静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守候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。我终于了解你，我是最美丽的擦肩而过。没有了你的我还是一样洒脱，如果再遇见你时候，我会微笑等候。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、不是都是心碎了后才懂，是安静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守候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。没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是都是心碎了后才懂，是安静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守候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。我终于了解你，我是最美丽的擦肩而过。没有了你的我还是一样洒脱，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，我会微笑点头。啊，一样的非常好听。来 bonus， 就按照惯例。那我要唱我多么羡慕你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。沉重行李伴住你追星梦的决心。哇，太好听、对不起我打断你了。太好听了。我曾难自拔与世界之大，也曾你一起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、也曾你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也曾你于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哦，你声音很厉害耶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接唱挑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10首经典歌曲都接出来了呢？那最后一样，按照惯例，我们会出一首 bonus 给大家接。那这一首歌呢，虽然不在前10名的榜单，但是也是今年非常火红的一首歌，所以我待会会唱上一句。如果你们知道下一句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哦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。OK， 所以如果你知道接下来的歌词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最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因为过几天就是 KKBOX 风云榜的颁奖典礼，那么之后也会做这个相关主题的影片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关注我哦。好的，这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加分享，也不忘订阅 YouTube 频道，开启通知的小铃铛。每个礼拜14晚上9点都会发布新的影片。另外，我现在每个礼拜2晚上9点半也会直播唱歌哦。最后也别忘按赞我们的 Facebook 的追踪 IG 以及加入我们 Light 哦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嘎老师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